而说到体坛盛事，来看看这一次伦敦奥运开幕式，让世界看到英国日不落国的气势。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开幕式的压轴现代舞表演，舞者是从全世界海选出来的50人，而其中有一位就是来自于台湾高雄。来看看我们的独家报道。伦敦街头跳起现代舞，利落又有美感。这位女子叫林燕青，来自高雄左营，奥运期间还参与演出。在这里，和50位全球海选的舞蹈者打成一片。林燕青在伦敦求学舞龄超过10年。这个是我们要进去的演员证，然后这是之后的，然后这是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 Procast。去年底参加海选，一直到今年6月才开始排练。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练习，林燕青无得惊。一开始其实真的我会跟朋友说，我要去跳大会舞。对，没有想说是多这么大的一份，就觉得就是一个工作是这样子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就是觉得非常的幸运，有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个盛事，然后也有这个机会跟50个人一起工作。会说我是从台湾来的，然后我会说台湾是很，我都会跟朋友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国家。骄傲地说出自己来自台湾，林燕青就算在世界上发光发热，但台湾永远是她美丽故乡。郑炫、杨清浩、林佳元来自英国伦敦采访报道。